北京时间1月17日 NBA 官方公布了湖人 vs 76人的最后两分钟裁判报告。报告显示比赛最后两分钟没有任何错漏判，这也意味着官方认定威少最后一攻没被犯规。本场比赛湖人112-113不敌76人，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威少的最后一攻。多个角度的图片显示，威少在突破的过程中恩比德拉了他的手臂。威少本人赛后在更衣室也提到了这一点，并向几位记者展示了自己被恩比德拉到手臂的画面截图。威少当时说，最后那一球是一次投篮出手，我的手被恩比德拉住了。恩比德接受采访时则表示自己没有犯规，他说，我认为我没有对他犯规，只是他不走运，因为他掉球了，我认为只是他不走运而已。对于威少最后的上篮，裁判报告给出的解释是恩比德在威少突破上篮时收回手臂之前略微伸出了手臂，虽然手臂边缘接触到了威少，但这是一个正确的没有享受的判罚。本场比赛恩比德轰下35分11篮板，哈登24分7篮板13助攻，詹姆斯35分8篮板10助攻，威少替补出场得到20分14篮板11助攻。湖人以一分之差惜败对手，遭遇3连败。目前湖人19胜24负，排名西部第13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